Yes, 93与 Harvey Norman 呈现寅鼠年贺岁广播剧《寻找爱》第19集。啊，伟俊！啊，伯母，新年快乐！好久没见到你，好像瘦了哦。啊，你今晚来的正是时候，我煮了好多东西。哎，进来进来。哦，不了，家庭聚会，好像有点不方便，下次吧。谢谢你伯母。什么不方便啊，我都把你当儿子。妈，你就让妹自己跟他聊吧。Hello 伟俊妈、Vicky 说想看你使用那个扩音器的语音控制功能。好好好，那我们不打扰你们咯。你也进去吧，我先走了。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我发现其实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，因为有很多很爱我的人，妈、姐，还有敏琪望向韦俊，露出一丝腼腆的微笑。但我一直都没能好好接受这些爱，我想是因为我还没学会爱自己，所以在投入任何感情之前，我想先好好跟自己相处。你愿意等我吗？寻找爱第19集， Harvey Norman 让你尽情购物，何必道别处，让住家添加浓浓新年气氛。语音控制的 Sonos One Smart 扩音器现在只需279元。